那个红红的那个叫洛神花茶，这个紫色的叶子，那个叫地瓜也有补血的地瓜，而且产前啊，产前啊，这个做肥料的植物了、啊，哦，这个味道啊，味道，然后右边那个叫九层塔高站塔了，哦，你看那个番薯地瓜也了、啊，哦，你看这个味道，六角豆秋葵长得这么大了，哦，前方那个棚子那个盆子。下面有土，然后垫高，然后再有盆子倒放，然后再种那个番茄的哦，那个棚架让番茄爬上来的。